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忽然一夜之间，这么多人集体出来一个口径，对吧？八竿子打不着，你应该知道，就像我们如果有点什么事儿，不可能忽然一夜之间出来这么多的一致的声音，来去在短时间内来去针对一个事情一个人，去发动了这些所有的口径都是一样的，这些报道对吧？观点不可能啊，是吧？没错，咱们都不知，咱们都没有任何人提前知道，是吧？是啊，他们都提前知道是什么情报，台风大概就是不是他们有情报、啊？没错，而且他们有证，就是有这些来路，文峰，对吧？你怎么才能知道？他不可能，他编完就像我们坐在家里编一个人谁被谁逮了，我靠，我编完以后他不发生啊，对吧？他发生不了，因为你坐在家里，你凭空捏造了、想象的东西，他怎么可能呢？但是这个事情，他最后写出来了，提前半个小时，提前半天，提前，他最后就是发生了。那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？它不就是有人去来去告诉了他这个事实啊？这一般的人，他们能吗？他怎么可能？